今天是2019年的7月3号。对，今天2019年7月3号是我们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，所以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结婚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5年里面哈，多一个，然后肚子里面有一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5年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一个都还没有生出来，今年这个时候就两个。两个单吗？要记得这年吗？有面包可以吃。那时候我们的桌菜还要煮在那边。其实这个 size 刚好哎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就请大概100个人左右。100而已，没有那么多。对啊，100左右，90个一百个。嗯，80个都够。其实我们没有请100个，是朋友带朋友，再带朋友回本。来，红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爸妈妈结婚的地方，你第一次来哦。还不错。好吃吗？嗯，比明明好一点点。嗯，有够咸吗？嗯。以后你结婚来这里结吗？好啊，我是嫁给你们吗？